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K。 那这个呢是 vivo 的 X90， 作为 vivo 今年上半年的门面担当啊，它一直保持着非常不错的口碑。相机下的缎带在一众 ID 中也是相当点睛的设计，但相信仔细看的各位也发现了一点端倪，就是这一个啊，颜色不对吧？难道 X90 又推出了一个新颜色吗？哎，你答对了一半啊，这确实是 X90 系列自告白后的又一个新配色。只不过呢，这台手机并不是普通的 X90， 它就是 vivo 接力 X90 的升级款 X90S。 那作为下半年 vivo 的新守门员啊，也是 vivo 在 X 系列上的一个 S 改款。这次升级呢，它换来了联发科最新的天玑9200 Plus， 拥有 vivo 全新的质感影像风格，还有个非常清爽的新配色。那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啊，天玑9200加的实际表现到底如何， vivo 这个新的影像质感又到底适合哪些场景呢？那外观设计上啊，既然都是对 X90 的补完，所以大家能够看到啊，就是他们在外观上的差别嘛，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差别。当然了，现代科技呢以换色为本， vivo 还是找了个和 X90 不一样的配色出来。那这个呢就是我手上的清漾配色。那我想啊，大家对于青色的印象呢大多来自于陶瓷上，像比较经典的那个魅族17 Pro 天青色，还有我们手上的这个小米13 Pro 旷野绿。那 vivo 啊在玻璃上呈现的青色相比于陶瓷前辈们会显得更加冷清一些啊，非常符合我认知中陶瓷温润玻璃冰凉的这个触感。那你像现在外面正是炎热的夏天是吧，这个新配色啊一眼看上去确实非常的清爽。那新配色聊完了啊，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性能。那这一次 X90S 相比 X90 最大的升级点就是将天玑9200换成了天玑9200 Plus。 作为联发科旗舰芯片的升级，那可能会有人担心啊，说这芯片我看了啊，超频超的功耗爆炸，是不是火龙之后又来了火鸡呢？那具体好不好呢，我觉得还是要看实际表现的。那日常表现上啊，说实话两者并不能用出什么区别，天玑日常用起来呢也没有什么明显发热，外加 vivo 本身的过渡动画和自定义高刷，所以整机的流畅性是非常让人满意的。不过呢，我相信更多人还是会很好奇啊，这款产品它的游戏表现如何。室温26度，我们两款手机都开启了 Boost 模式，跑一跑知名性能测试软件原神，半小时寻觅图跑下来， vivo X90S 平均帧率 59.3 帧，耗电 10%， 整机温度 41.2 度。那作为对比呢， X90 同样的测试环节平均帧率就来到了 56.4 帧，游戏过程中呢会因为温控墙啊等因素短暂回落到45帧，随后再慢慢回到60帧运行。那因此呢，最后的机身发热啊会稍微比 X90S 凉快一些，大概是41度，整机耗电 10%。 所以你看啊，天玑9200 Plus 的这次升级还是比较重要的啊，当然这不是最夸张的啊，更注重中低负载的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，我们跑出了更夸张的数据。在和平精英半小时测试中呢， X90S 我们测试下来平均帧率 89.4 帧，耗电 6%， 最高温度36度。那作为对比呢， X90 在同样的测试中平均帧率 88.9 帧，耗电 8%， 最高温度 38.9 度。那 X90S 对比 X90 可以做到更低的耗电，同样稳定的帧数和更凉快的温度，这个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。而在王者荣耀超高清120帧模式中啊， X90S 平均帧率 119.6 帧，最高温度 36.9 度。同样的场景呢， X90 平均帧率 119.5 帧，最高温度 38.2 度。注意啊，这次呢我们都测试了40分钟，因为和平精英两者有比较大的温度差距，我们多打了一把王者荣耀排位，看看 X90S 的优势会不会更明显一些。那结果就是 X90S 在40分钟的王者荣耀中耗电 5%， 而 X90 耗电 11%。 虽然测试过程中啊肯定存在一些误差，但这个区别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。那整个测试做完以后，我们感觉蓝厂对于优化天玑这个事情上确实是越来越上道了。作为当年骁龙备选的天玑处理器， vivo 这两年一直在认真打磨，无论是性能方面还是影像方面，能够感受到 vivo 和其他家在联发科这儿的用心程度上的区别。那说完了性能啊，接下来可以聊聊影像了。这一次呢， X90S 加入了 vivo 全新的色彩模式质感，这个模式相比于之前就有的鲜艳和蔡司自然色彩，更注重明暗场景的区分，简单来说就是对比度啊，一打眼看上去会比较高，像是拍建筑拍汽车这类物体呢，就更容易突出光影的层次感，不会有一般手机拍上去很平的观感。
那比如这组样张啊，下面的草地更绿，中间的小树也没有刻意提高亮度而泛白，上面的建筑呢，蓝色这样鲜亮的色彩会更浓重一点，那整个照片带来的观感就少了那种又白又平的感觉。再来看看这组样张啊，同样的追求暗部质感，那云层的观感呢就会显得很立体，而且不会整个爆掉，那下面复杂的工地呢也会因为暗部的保留更有立体感。那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组样张，非常经典的呈现了质感色彩的特点，保留暗部，颜色克制，对比度高，感觉这个影调更像是 vivo 对于此前影调的补充，它的意义并不像小米那样啊，用新影调直接取代之前的色彩，而 vivo 给我的感觉呢是还是希望给用户多一个选项。那毕竟近一年左右啊，对比度更高、明暗更分明的风格开始流行。那在 vivo 手机上啊，如果是喜欢对比度更高的用户，可以选择质感影调；喜欢寡淡一点的用户呢，可以选择蔡司自然色；喜欢 vivo 之前观感呢，那就直接默认，相当于一台手机三种影调，给了喜欢不同风格的用户在一台手机上选择的权利。那以上就是 X90S 最明显的几个升级点啊，不知道大家对于这台机器还有什么感受呢？那作为 X 系列的最新一代啊， X90S 保持了这个系列稳步提升的基调，而且在最让人在意的性能方面调教的相当不错，作为下半年的交接棒，只要定价合理，我相信 X90S 在它这个价位依然会保持着不错的竞争力。如果你的需求是一台用起来不累但其他方面也足够趁手的产品，我相信 X90S 一定会在你的清单之中。那视频的最后呢，大家也可以结合 X90S 的具体售价来给这款产品打一个分。我是 JK， 我们下期视频见，祝个好运，拜拜。